是看哭了，这星期咋了？郭碧婷在2019年的时候与向佐一起参加了一档恋爱节目，那时候两人订婚才不过4个月，正处于热恋期的两人本应该和和气气的，但是向佐却因为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屡次走错路而不断的发脾气踩油门，导致坐在副驾驶的郭碧婷被向佐的坏情绪以及超高的车速吓得哭了起来。向佐发现之后也并没有向郭碧婷道歉，反而是拉着行李箱远远的把郭碧婷甩在身后。郭碧婷不断的呼喊向佐都没能让他回头，然而在提着行李上楼梯的时候，郭碧婷竟然主动上前帮忙提行李示好，但是向佐依旧是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这双好像有点小，你不介意我穿过了吧？我都可以。看来嫁入豪门的郭碧婷真的变得如此卑微啊。再反观向佐本来的女友殷彩儿，但她却选择了放弃豪门，选择了本来脾气并不太好的陈小春。在最近一档的真人秀节目里，陈小春说出两人多年的婚姻状况，讲到殷彩儿经常家暴自己，还常把自己打到哭，而殷彩儿也是毫不避讳地说起此事。这家庭地位真是一目了然啊。陈小春在殷彩儿面前毫无脾气，俨然一副小丈夫的模样。小声一点啊。看到这两对夫妻的差异，不得不说殷彩儿真的是很聪明。那么向佐到底是否喜欢郭碧婷呢？有不少网友觉得他还是喜欢郭碧婷的，毕竟郭碧婷的外貌和身材那在女明星中也是数一数二的。不过也有网友说向佐其实并没有那么喜欢郭碧婷，否则又怎么会让他这样卑微呢？两人在一起多半也是因为向太的缘故，所谓的一入豪门深似海，豪门媳妇可真的不太好当啊。那么各位观众又是如何看待这两对夫妻如今的差异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